县隶属于湖南省株洲市，地处湖南省东南部罗霞山脉中段井冈山西麓，东西宽 50.49 公里，南北长50公里。沿陵县辖五乡五镇，一个国有农场，一个社会事务管理局。沿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故地，曾是炎帝神农氏尝百草的地方。境内拥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、国家4A 级旅游景区，被誉为神州第一陵的炎帝陵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国家森林公园、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神农谷。沿陵县境内保存着华南地区面积最大10万亩的原始森林，分布有全国面积最大的万亩杜鹃花、最原生态的高山湿地景观、明洞洲外的千年鸟道等。